北京时间3月2日消息，早些时候国际乒联在官方网络社交平台正式公布2019年2月的世界排名。在男单这边，国乒樊振东、许昕、林高远继续占据世界前三。女单这边，丁宁、朱雨玲和陈梦也是占据世界前三。智乒两位球员张本智和石川佳纯都排在第四名。早些时候国乒参加卡公赛名单正式出炉，但是很遗憾看不见樊振东的名字，也就是说樊振东提前宣告无缘卫冕卡公赛的男单和男双冠军。卡公赛是一战积分很高的比赛，单打冠军积分高达2250，所以樊振东不参加还是很吃亏的。樊振东没有参加卡公赛，只有他能威胁樊振东拦不住张本接近世界第一。樊振东的积分是 17,001， 许昕的积分是 15,835， 林高远的积分是 15,031， 许昕距离小胖有 1,166 的差距，林高远距离小胖有 1,970 分。第四名的张本智和距离樊振东有 2,376 分。因为林高远也不参加这项赛事，所以只有许昕一个人可以威胁樊振东的世界第一。假如许昕可以夺冠，那么在四月份的世界排名就有机会超越樊振东。另外张本智和虽说夺冠也无法成为世界第一，但是目前世界第一樊振东和世界第三林高远放弃卡公赛，卡公赛过后张本智和会无限接近世界第一。假如他们拿到冠军，那么四月份世界排名他会大大缩小自己和世界第一的差距。张本智和曾在18年表示自己要拿世界第一，目前看来国乒真给机会让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三直接放弃参赛。张本智和若是夺冠的话，最多可以将自己和世界第一的积分差距缩小到500分以内。接下来的亚洲杯和世乒赛，张本智和就迎来了冲击世界第一的良机。不过本次卡公赛国乒这边还派出了马龙和许昕，期待国乒球员能横扫张本智和，届时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。感谢您的关注。